两倍，有荧光棒啥的可以送一送，或者有啥飞机火箭的也可以来点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肚子！宇宙飞船需要吗？那你要送就送呗。滑了。都一样。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滑了。胜出意味着变强。再滑了，扣一下。我都服了啊！你说你玩个凯隐，你二级抓人。能行了不还啊，简直是幽猫病啊。我刚才最后一平 A 没出来，平 A 出来还能那什么，还能回点血。不吃药怎么没吃药，我这眼瞅我的药身上还有，还没吃药，我看你像药。给我交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打吧，看咱俩谁滑了的快。马上我们升级啊。因为永远不会被伤手的女士。不赢了，这得回家了，没蓝了。来个皮孩吧，能追得上他。110，我刚以为那赵信要帮我赶开了呢，一发现不是，只是让我撤退而已。没有啊，没有爹妈的孩子啊，孤儿啊，太难完骂人了，我说我骂人了，我说我没人帮你。
挂 Q 你一下，他升了，他升了也没用，他也打不过我们。恐惧了。这玩意儿呢不好杀呀，不好杀呀，有没有屎吃，我去吃两口回来把它杀了，先让它推线啊，操的抢屎吃。哎，这可以。来个眼泪儿，玩的是真累，哎！哎呀，我操！我刚想杀他，哎，人家凯隐过来了。还不是打完 buff 来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就跑过来了，真恶心，这不真恶心吗？我们家卡特给你们都杀了。最恶心的是什么？那卡密人闪现是我自己打出来的，他没被赶开，我一直让人赶开。你一个自己打出优势的路，还踹我！你瞅，每回我们给他闪打出来，然后他没人赶开，我们也一直赶开。太有名角，不好杀呀！我的伤害不足以能秒得掉他。真敢飞呀，兄弟！这个 E 你敢用？给你优势，你这不中用啊！人家卡特把你们都杀了，你要干啥呀？来个血色之印。
算了，别去了。我们家卡特琳娜已经杀12了。有点坐不住了呀，我一看。卡米尔的英雄还是别带强攻了，带强攻其实不利，除非是打远程行，你打近战就带不灭耗，你带个强攻你又打不过别人。哎呦我卡特琳娜，哎呦我卡特琳娜，给我杀！漂亮卡特琳娜，这不给个五杀，畜生开眼呐，给个五杀呀，啊，给个五杀，这不给个五杀，哎呦我天，快走，来我给你E一下。与我来，给我来个人头，漂亮，一波小带呀，这是吧，拿下！